人的意味。哎啦，一般街哪会卖的？啊，是倒想啦，嘛想讲，啊，时尚的，迄条路时尚爱行。好来，去社区来是。啊。逐天若要来社区，你拢会来甲王爷拜祭，心情较好，买保庇你的子孙吼，拢顺利吼。来社区了，会当讲的是你的恁翁仔某的人生的第一条路啦，对不对？给安尼甲咱讲，讲咱食烟老了，啊，着时常迄条路着爱行，啊，互家孙仔平安，啊，老的着爱行。即人去韩国去咧。当然，恁恁人阿婆若感情无好。袂啦，安尼着好咯嘛。较早人无咧抽烟酒啦，若做对着食歹势咯，佫想要想有感情。啊，无囡仔较侪个迄。阿囡仔遐侪，哪有法度？我说主啊，还有真向你坦白，年轻的时候染上赌博坏习惯，打麻将十拿九输，但是就会觉醒。独居哦，三十几年有了，现在是电话联动了，讲有事要来甲我关心我。老人独居嘛，没有那个很强的意愿要去了。秦先生那个时代嘛，你知我脚袂振动，歹行路嘛，伊讲去遐会当家己训练。你心情歹，伊遐大家做伙生活吼，哦，你心情放轻松，当然拢较快活嘛，对嘛？无一定真正家己心情出歹。入去教堂嘛，无讲想讲会入去参跳舞，真的好玩。虽然我动作做了袂差会着，但是嘛是坚持，是我即摆坚持咧运动啊呢，嘛是爱坚持落去啊。怎么样变老？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功课。啊，不好听讲，好不？哈，哎，听白条歌，啊，像今天精神很好，好，我就可以带他去上上课。上车下车，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运动。长安清巷多少年，富贵殷墟至深早。其实我只是觉得说，跟妈妈一起，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事情。我会跟他一起上台，对啊，推着他。他喜欢去啊，因为他蛮热闹的啊，然后也可以跟着动。我觉得蛮好玩的啊，去观摩别人，我觉得别队都做得很好哎。他应该是觉得是去玩了，说去玩的啦，因为早上要很早起来，然后去搭游览车去嘛。其实我觉得妈妈的那一种日子不是很多啦。那你有机会就多陪陪他，不是很好吗？比较不会有遗憾呢、啊。我想我们每一年里面举办这个长者的活力秀，这些长辈们都非常的快乐的，而且非常期待来参加这样的活动。那我们设计活动就希望他们能够专有的舞台，我们这些长辈们都认为自己。啊，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以后呢，自己的身体都有变好，那自己的精神也变好，而且结交了很多的朋友，他们也愿意从家里面再度走出来，他们会觉得他们有自我价值的一个存在。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公民健康署一直鼓励大家不要老化，那也能够在地老化，希望他们周周的参与社会，能够达到身心灵的一个健康。